好，各位，现在呢，我要派出我的杀手锏，静谧。静谧呢，这个一会儿要出现在白凯南的面前，他呢会百般的刁难他，不给他微信，让他出去，好不好？好。好什么好什么任务？不给白凯南微信。记住了哈。好嘞，祝你成功，出发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我问你点事儿，那个你有微信吗？有啊，我能加你个微信吗？为什么有事吗？不是啊，因为加微信的话就送你一个这个啊，行吗？谢谢，我有。不是，但是我就想跟你认识认识。我不太习惯加生人微信，因为人都是从生到熟的。那也分人。分人是什么意思？你就觉得，就是，不，我帅的就加了，对不对？那倒也，是吧？就我这样的就不像好人的就不加呗。其实我长得很正规，你不觉得吗？我真不觉得。我那上面也有好多。那个笑话什么的，你可以笑话啊，百度上也有。不，他们也没有我这好。是吗？我这都是原创的。我每天都有笑点。哎，那我就能吸取你一点嘛，是吧？生活很开心，所以笑点特别多。哦，对呀、啊，那我就能，哎呀，这个，你看我都有这个，都有这个。哦。那能代表什么？代表就是正面人物啊。也不一定带他就是正面人物啊。这咋也不加的，哎呀，这咋也不加的，哎呀。那还有别的事？没有没有，那您逛吧，真的啊。你这样我会很伤心的，那你赶紧摇一摇吧，你看你能不能摇到我。哎，摇一摇是吧？应该扫一扫，就别摇了。我没开那个定位，哎，你能帮帮我把那个什么开开吗？不会用还买这么高级的？哎，是都是人送的。站了，都那什么？是明星吗？谁呀、啊？我是韩国的。去买菜去，去买菜去。你看没有，就是陌生人我也不理。行了，加一个呗。那你把你微信打开吧，我帮你加。行，那你到时候加上就行啊。是好的。哈哈，白凯南，你还真以为你成功了？成功，我这帽子也没摘，是麦也没漏。那个，全凭我的魅力。